我们有一个捐赠仪式。现在我们有请由温哥华华光雷藏寺及华光功德会向卢圣彦布施基金会捐赠莲花奖学金美金10,000元善款仪式，由华光雷藏寺住持莲池上师代表捐赠。我们有请卢圣彦布施基金会总裁卢佛清博士代表接受。师尊师母，还有各位上师法师，卢佛清卢圣彦布施基金卢佛清博士，还有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借这个师尊生日还有父亲节这个佳节，我们温哥华华光功德会愿意捐赠一笔这个善款，供卢圣彦布施基金去做这个莲花奖学金。那么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做这个捐赠呢？因为我觉得是抛砖引玉的一个心情。我们正佛中的这个卢圣彦布施基金有这个卢佛清博士来主持呢，可以说呢是这个捐赠是最安心的。比起去外面捐赠呢，我们会很多的疑问，不知道善款有没有被善用，或者是被怎么样处理。但是卢博士，就我所知呢，他是义务来发心奉献去主持这个卢圣彦布施基金，这个精神是最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因为今年经济比较不景气，所以我们的捐赠是很小的，但是希望将来我们会捐赠的更多，让它做得更好，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请您收下。师尊师母大家好， Happy Father's Day 吧。感谢莲池上师，感谢温哥华华光功德会一切师兄师姐的支持，卢圣彦布施基金会有了你们大家的支持，我们会帮助很多新移民跟难民的高中的学生，帮助他们读大学。感谢大家的支持。欧玛尼贝尼，谢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莲池上师卢佛清博士，非常感谢莲池上师秉承根本上师的。再来有请纽约金刚雷藏寺的谭师姐代表也捐款。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金刚雷藏寺捐款50,000美金，哇！掌声鼓励。感谢纽约金刚雷藏寺的谭师姐，还有莲泽上师、莲伟堂主，还有全纽约大家的师兄师姐，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因为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基金会就不能帮助那么多贫困的人得到很重要的健康照顾跟教育，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感谢华光功德会华光雷藏寺还有纽约金刚雷藏寺的同门大家都秉承根本上师的教导，慈悲喜舍行善布施敬施重法实修。好，谢谢大家。